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新年好，请坐。我刚才看到诸位很用心做的这个片头，这个片头做得非常感动人啊！现在社会缺乏的就是孝亲尊师啊，我们能这样做法呢，这个社会带来很好的一个启示啊。这一次我从台湾回到学院，过去在台湾住了一段长时期啊，接近一年，主要的是治牙周病。多少年来，对于牙齿的保健，我们缺乏这个常识啊，所以没有注意到。那么检查之后才知道是非常严重的牙周病。刘医生在第一次检查的时候，从我牙缝里面用针挑了一点，就脏东西了，挑了一点啊，我们看的是脏的东西，挑一点点，像芝麻粒一样大，它放在显微镜上，把它放大，这个画面呢，就放映在这个电视屏幕上，我一看感到非常恐怖，这里全是小虫，像小蛆一样啊，在里面蠕动，那么多，就是牙齿缝里挑一点。他告诉我，他这非常严重啊，连我们平常都不知道。他说这就是牙齿跟牙龈当中那个地方存在的细菌。我问他，我说你这放大了多少倍啊，让我们看得这么清楚。他用显微镜放大的，放大3600倍啊。所以他也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佛说一滴水呀，84000虫啊，一点都不错啊。你看看针尖挑一点点，不到一滴水啊，比一滴水小多了。你看那个里面，确实我看不止84000虫啊，在这个才晓得，这个细菌呢有这么多啊！你看都在我们牙齿、牙龈这个旁边，那么渗透到底下呢，就把我们的牙根破坏掉。所以检查之后，我才晓得真正晓得这个事情的严重。他说应该10年前就要来治了，已经耽误10年了。很难得他很细心给我做，总共做了8个月，才完工。那么他告诉我，在通常呢，是4个月就可以做完，8个月是比较细心，让我没有疼痛，确实没有感到有疼痛，那么住在那个地方治牙齿的期间，我们讲经不能听，
所以他也就顾虑到了，在这个菩提别院临时设了一个摄影棚，也有网络，这样让我们的华严经呢没中断，很不容易他用心良苦，那么在最近，我们又看到许多同学从网络上下载一些新闻的报告，主要呢都是讲的灾难，像最近这个西欧强烈的风暴，北极变暖的速度超过科学家的预期，这都是很不好的现象。那么还有香港有3万多学生沉沦在吸毒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一桩事情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这学生吸毒多达90%到100%，这底下一代怎么办？现在社会上普遍的风气，我们学佛的同学知道，这些自然灾害从哪里来的？居住在地球上这一些众生，业力感召得来的。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的教诲，我们要记住，决定不能怀疑。佛说，贪嗔痴慢疑，后面是个卧见，这是6个根本烦恼，这是6个严重的病毒。这些病毒在我们身体，在我们的精神上，现在他们起的作用，要跟古时候相比无法想象啊。古时候这个毒害顶多只有10分，现在超过100分了。要跟半个世纪以前相比，第二次大战时期，我感觉到那个时候的病毒，充其量不超过30%，现在就圆满了，超过了，超过100%了，怎么得了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社会人，大众，身体健康比过去相差的幅度很大。从儿童到老年人都比不上过去人的那种健康，精神体力比不上了。那再看我们居住的环境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两句话，相由心生，这是讲个人，我们个人的容貌
个人的身体健康是由心生的，心在那里主宰。那我们的心善，相貌就善，心善身体就健康。啊，我们居住的山河大地也不例外。佛说境随心转，这个境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，也是随着我们念头转，我们念头善，与伦理道德因果啊，神圣的教诲相应，这个大地风调雨顺呐，没有灾难呐，啊，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介绍的他方世界啊，这我们没去过的。你看在《华严经》上他给我们介绍的毗卢遮那的世界啊，华藏世界，在《净土经论》里面为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听说过极乐世界有风暴，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极乐世界有水灾啊，啊，没听说过极乐世界人生病啊，啊，也没有听说极乐世界人的相貌很差了，都没听说过啊，啊，个个至少也都是32相80种好啊，啊，个个是紫目真净甚色。金刚不坏身呐，为什么我们差别这么大？这什么原因？居住在那个地方的群众不一样，那个地方的群众心怎么那么好啊，是心好念头好啊，言语行为都好啊，都跟自信相应，身心健康啊，啊，居住环境称为极乐世界。我们细心去思维去观察，这什么原因？我们从因果上去找啊，果报那么殊胜，什么原因？啊，我们今天环境是这么样的恶劣，我们也找啊，原因在哪里呀？原因在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。啊，他方世界的居民纯净纯善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的居民，无论是精神，无论是身体，都遭受严重的染污。啊，什么染污？病毒的染污。啊，佛给我们讲的贪嗔痴慢疑五毒啊，无量寿经佛说的好啊，无恶无毒无烧无痛，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全面的爆发了。所以这个世间灾难怎么来的？原因怎么来的？啊，最近
全球联播一个电视，2012，我想很多人都看过。我是至少是45年到50年，我没有看过电视，也没有看过电影。这个片子在高雄电影院放映的时候，我们一批晋中同学拉着我要去看看，所以我也看了。是真的是假的呢？难得同学们很热心，在网络上发现了4个不同的学者专家了，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有4个纪录片，他们下来之后给我看，这4个我都看过了，非常有价值。科学家认为这个事情很可能，因为2012年有一个很不寻常的天文现象，叫银河对齐。这是有周期性的。就是说银河的中心是个黑洞。这个黑洞很早被玛雅人发现了。那我们的科学家大概在最近几年才发现的。所以他们对玛雅人很佩服啊。那时候没有仪器，他怎么知道的？银河当中中心呢是黑洞。这个黑洞是有很大很大的引力。那么2012年正好，这个黑洞、太阳、地球排成一条直线，叫银河对齐。像我们平常所看的这个日食月食一样。日食是太阳、月亮、地球一条线，这一条线叫对齐。月食呢是太阳、地球、月亮。地球在当中排成一条线。我们知道因为引力的关系，它会让海水涨潮。可是银河这个中心呢，那个引力就太大了，那不是涨潮了。会引起海啸。会造成严重灾难，还不止如此。也就是说，银河的引力会造成太阳风暴。我们过去讲太阳黑子。太阳黑子的周期性是11年。一个周期性。那么这个风暴有强有弱。强的时候对地球有一点影响，不大。影响我们的这个无线电通信。没有太大的影响。这一次可能就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会影响到这个太阳的风暴是无比的强烈。那么这个风暴的时候对于地球就产生影响了，会影响地球的磁场。那通信那就更影响更大了。第一个可能的
就是科学家发射的这些卫星，人造卫星呢，可能全部被摧毁。啊，这就造成全球无线电通信的灾难。啊，那么还有就南北极这个磁极产生变化，啊，会引发地球上火山爆发、地震、海啸。啊，这个要是这个麻烦就大了，科学家到今天没有对策。啊，他是举这个两个火山。啊，第一个就是美国的黄石公园，那是一个活火山，随时有爆发的可能。这个火山的面积大概有东京那么大，面积那么大，如果一爆发，美国的西部就没有了。啊，而且会造成地球上严重灾难，那就是火山的灰尘。啊，爆发之后，灰尘能升空12公里到15公里。那我们这个经验我们有，我们平常长途飞行呢，这个飞机差不多都是在，10里的样子，10公里就是10000尺的这个高空，啊，它到15里，这样得了吗？那这些灰尘把阳光整个遮住了，地球上看不到太阳，啊，就变成黑暗了，黑暗就变成寒冷。啊，时间多长呢？就是恐怕到半年，到1年，甚至于10几年，那个灰尘才落下来。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啊，另外还有一个火山，也是非常严重，这是科学家很早就报道过，我知道这种事情。非洲的西岸，啊，这有一群这个山都是火山。如果这个火山爆发，啊，科学家估计火山会滑落到海底，会沉到海底，那就造成了巨大的海浪，就是海啸。啊，它多少尺呢？大概1000多尺高。我想这1000多尺应该是英尺。啊，1000多尺高，啊，那以每小时500公里的速度，啊，这个浪向这个西面去推，推到美国8个小时到美国，到美国估计啊，大概它会降，这个浪会慢慢小，啊，到美国的时候应该是60公尺。啊，这么高的这个浪，那是扑到美国的这个东海岸，那东海岸的时候全部就是遭难了。啊，这个麻烦很大很大。啊，科学家认为这个银河对齐可能会产生这些问题。啊，玛雅日历到2010年就后头就没有了，啊，所以现在呢他们也没有详细的说明，啊，那么西方有个研究中国易经的人，啊，他把易经按照时间来排，刚好也是排到2012，啊，后面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中国的易经有5000多年历史，跟玛雅人肯定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啊，为什么这个终结的点是完全相同？
那么这个纪录片我们带来了，找时间的时候呢，给同学们看一看，这个科学家讨论这个问题的，比电影我觉得更重要。电影给我们有个概念，我们听听全世界这些专家学者他们的看法。那我们要提高警觉。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？极乐世界没听说过。总的结论，我们的老祖宗佛陀早就说出来了。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呢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。天天在教啊！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民，你们在经典里面有没有看到他们有哪些不同行业的？我们中国人讲四农工商啊，极乐世界有没有农夫？有没有耕种的？没听说过。有没有做工的？没听说过。有没有政府组织？没听说过。西方极乐世界大了，比我们太阳系还要大。他那些人在干什么呢？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在教学啊。所以我们老祖宗，你看在《礼记·学记》里头讲的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。西方极乐世界360行，它只有一行教育。佛菩萨是老师，往生到那是学生。这个经典上我看到了，华藏世界也不例外呀。平德斋纳如来，文殊普贤老师啊，生到那个地方的菩萨都是学生的。毕业了就成佛了。成佛之后到十方世界去度化有缘的众生，用什么方法度化呢？还是教学。于是我们就得到这么一个结论，一切众生是需要圣贤教育，需要伦理教育，需要道德教育，需要因果教育，这三种教育是教育初学的。那我们讲是中小学的教育。向上提升呢，那用现在的话说，高等科学，高等哲学。华严经上所说的。我最初学佛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。不是学宗教的。方老师给我讲哲学概论。最后一个单元讲到印度哲学。印度哲学最后一个项目的时候是佛经哲学。他把这个放到最后告诉我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叫他的原话。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，改变我的观念了。又告诉我，
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本来对于佛教没好感呐，没有意愿呢，去接触啊。啊，跟一般社会受一般社会的影响，啊，认为佛教啊这个宗教都是迷信的。那佛教是泛神教，啊，属于低级宗教，啊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，啊，佛教是什么都拜，啊，里面的神不计其数，啊，这就叫低级宗教，啊，是这么一个观念的。好不容易，方老师把我错误观念纠正过来，啊，非常非常感谢他老人家，啊，他怕我走错路，就特别告诉我，啊，佛经哲学现在在寺院里面看不到了，从前寺院那些出家人，那都是大学问家。啊，但现在这些出家人，他们对于经典的教学疏忽了，啊，很少人去研究经典。啊，他说佛教的精华，佛教最好的东西都在经典里面。啊，这几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我就晓得。我们想学哲学，啊，想求智慧，哦，在佛经典里面去求，啊，以后我遇到张家大师，啊，实在是几乎是同时，我认识张家大师，这方老师的课程将结束的时候。不到两个月，啊，有一个朋友介绍，啊，认识了张家大师，啊，这个朋友过去在清朝时代，他是个亲王，啊，闽亲王，啊，认识张家大师之后，大师叫我学。释迦牟尼佛啊，指定我读的两本书，就《释迦谱》《释迦方志》啊。你学佛，先要对于本师释迦牟尼佛认识、了解，你才不会走错路。这个指导非常非常的稀有难得。啊，读了这个书之后才晓得释迦牟尼佛的身份以及他一生的行医啊，19岁离开贵族的家园出去参学，出去求学，30岁开悟了，很像中国的孔子。中国孔子，你看在《论语》里面，他老人家自己说的：“受吾有之于学，30而立。”啊，释迦牟尼佛是19岁出外参学，30岁开悟，悟后啊，就从事于。教学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啊，79岁圆寂啊，教学49年了，经常我们常常看到的，将近300余会说法49年，没见到场。啊，那么教学活动在哪里办呢？
多半在树林，在树下，在河边。啊，这个恒河流域是世尊当年活动的场所。啊，恒河像中国的长江、黄河一样。啊，在这个两岸居民多啊，啊，在这些地方活动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。他老人家做给我们看呐，啊，这种生活我们现在看起来太苦了。那一种清苦的环境，在物质生活上清苦的环境，我看很像中国的颜回。颜回，你看，但是漂饮。啊，不过颜回还有个居住的地方啊，居陋巷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没有，晚上树下一宿，在树下打坐，过这样的生活。啊，我们看到很苦，可是他们呢非常快乐，我们无法想象啊。啊，确实，像中国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第一句话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《论语》把这一句话摆在第一句，用意太深刻了。啊，告诉我们什么？人生的幸福是什么？喜乐啊！啊，悦就是喜乐。喜乐从哪里来的？喜乐从学习里头来的，学而时习。你把你所学的能够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，喜乐就现前了。就是佛经上讲的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啊，那才是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啊，才是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不是物质。啊，决定不是名闻利养，不是五欲六尘，与这个毫不相干啊。啊，孔子给我们做出了榜样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更彻底的榜样。啊，那一种生活是最快乐的生活。啊，我们再回头，你再看看这些大乘经典里面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。华藏世界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表演的？啊，他老人家一生啊49年教学所表演的，那个就是极乐世界的浓缩啊！啊，是华藏世界的浓缩做出来，好像一个模型呢，给我们看呐、啊。你有没有看得出来？那是极乐世界，那是华藏世界。啊，他在那做示范。如果你看出来了，你看明白了，看清楚了，你肯定会效法。啊，我们就懂得，哎，在我们现前居住环境当中，啊，我们也可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建小型的
志同道合的善友，居住在这一个环境，天天在学习，就跟极乐世界一样嘛。啊，生活就是学习，学习就是生活。啊，学习什么？学习伦理，学习道德，学习因果，学习自性里面的心得。啊，自性究竟是什么样子？释迦牟尼佛见到了，啊，见性，他用了27日，在禅定里面说出来了，那不是我们凡人的境界。我们凡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，在入定啊，27、14天，他没有出定，他坐在那。啊，这是我们能信得过的。为什么？在中国啊，禅宗里面的大德也有这种现象啊。我们看到虚云老和尚的脸谱里面所记载的，老和尚坐下来入定半个月一个月是很平常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入定啊，27、14天，3期21天，这很平常。啊，定中啊，他说出他的境界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所以《华严经》是在定中讲的。所以小乘人不相信，大乘人相信。这部经讲完之后啊，听经的对象是41位法身大士啊，因为这些人也能入定，能够入释迦牟尼佛大定这个境界里头去听华严经。啊，这个里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。啊，时空不是真的。啊，在白法明门论里头，时间跟空间都属于不相应行法。啊，不相应行法是抽象概念，它没有物质现象。所以你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这不认识字的，没念过书的啊，上山砍柴的樵夫啊，他遇到佛缘了，也开悟了，
啊，五祖仁和尚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因为他不认识字，肯定不是拿经本给他看。啊，讲到我看顶多四分之一吧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慧能大师就开悟。开悟，他把他悟入的境界说出来。他说的简单，不像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说的详细，《华严经》说的详细。他说的简单，他只说了五句。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说明。自信就是真心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有没有染污？没有，现在没有染污。纵然你造作恶业堕得三途，自信也不染污、啊、自信绝对没有染污的这个状况。第二个呢，自信不生不灭，这就是真的了。第三个是自信本自具足，这一句话要用华严经上的一句话来解释啊。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里面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如来就是自信啊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圆满的智慧，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，是平等的。啊，德能也是平等的。啊，我们的德行，我们的能力也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。最后说相好，相好是福报。啊，譬如在华严上看到毗卢遮那佛啊，他的报身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这也是平等的啊，绝对不止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啊，那是烈印身呐、啊，那是恒顺众生呐、啊，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，释迦牟尼佛。在我们这个世间，世现成佛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啊，现象也必须这个地区、这个时代大众所能接受的。啊，所谓是。随众生心，应所质量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不是佛自己有意思，佛自己要有意思，他就变成凡夫了，凡夫才有意思，佛没意思。啊，这个要懂得。啊，那我们通跟佛通能具足啊，具足是他现在不现前，啊，为什么不现？有障碍。啊，这佛家讲。影现不同，有障碍的时候他不现，不现不能说他没有，现不能说他有啊，那是缘啊，遇到缘他就起作用啊，就现了，没有缘他不起作用，他不现啊，本自具足啊。第四就是本无动摇，本无动摇啊，你的真心是定的，没动过啊，那么有我们就要晓得，不动是真的，动就是妄的。你本来不动啊，啊，这一动呢，一动就是无明，就是妄念啊。第四句能生万法，那就是邪啊，本自具足啊，显现出来了，那能生万法，能生万法是。能生
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这能生啊？为什么能生呢？有动，一念不绝，它就能生。这个事情，贤首过世的《望境还原观》里面讲得清楚啊！啊，这我们过去学过，我们明了啊！啊，这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？一真庄严就是自性能生万法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！这现象说出来了。啊，慧能大师这个报告，啊，他这五句话展开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把它收束起来，就这两句话。所以，能大师开悟，跟释迦牟尼佛开悟所说的不增不减。啊，一个是讲的纲领。一个是讲的细目，啊，《华严经》说的什么，就可以说能大师这个五句就是《华严经》。那慧能大师这个五句，《华严经》就是他详细的说明、注解，啊，详细说明，不增不减。啊，所以慧能大师开悟之后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了，不要学，自己就通了，一切都贯通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晓得，学世出世法里头第一重要啊。啊，最近。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强调重视道德力量，来应对现代的社会危机。这值得我们赞叹的。啊，所以你看看。这个诸佛菩萨啊，在这个他方世界，是那个世界那么样的美好啊，极乐世界是个代表，怎么成就的？可以这样说，他们的道德力量发挥到圆满的程度。啊，佛菩萨用的是道德的教学啊，道。我们用这两个字来看《望境还原观》啊，《望境还原观》总共是有六段，给我们说六桩事情。前面三桩事情是道，讲一体。二用三变，那是道啊。后面的四德、五止、六观，那是德。啊，佛法讲的什么？道德教育吧。啊，不过真的。是有很深的深度很不容易懂它不是我们的常识我们无法想象得到啊，所以我们听只可以这样说阿赖耶识里头种个善根种个种子
起不起作用呢？不起作用。啊，为什么不起作用呢？你没有了解它，你听得不懂。啊，没了解它，如果真了解，就起作用了。啊，这个作用呢，你就可以过佛菩萨的生活了。啊，真正的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啊，方老师说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一点都不假了。你能把你的精神跟这个肉体啊，跟变法界虚空界融合成一体，那怎么会不自在呢？那怎么会不快乐呢？啊，你自己做到了，你就能影响别人。啊，这什么影响？你能感动别人。啊，别人受你的感动，他就会跟着你学习。大学问呐！啊，我们真的这个社会上对于佛教不了解，不能，他们没有过失。过失在哪里呢？过失在出家人。出家人没有认真学习，没有能把这个做好，做出来给人看。没有讲清楚，怎么能怪别人啊？你要怪社会的时候，对佛教误会的时候，那你的罪过严重啊，是你的错啊，社会上大众没错误啊。啊，我们老祖宗说的是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，这个话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宗教一无所知。对佛教更是一无所知，啊，那这种误会产生是自然的，一点都不奇怪。没有人给我讲啊，啊，我们要没有遇到方东美先生，是永远不会知道。啊，那方先生教学在课堂啊，这个课堂一个班级，我去参观他的教学。学生也不多啊，啊，他们自己的学生，因为方老师很出名的一个教授，啊，他的课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旁听的，啊，我算上这些旁听一起的，顶多不过100人左右吧，啊，他老现在的教室。啊，我到台大去参观过。啊，那么这些听的人，又真的有几个人听懂了呢？很少。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，我的状况呢？是非常的贫穷啊，只是希望呢能抽出一点时间去旁听啊他老人家的课程，其他的不敢设想啊。啊，他约我见面，我到他家里去拜访他，这头一天，啊，我跟他的认识是毛遂自荐，我自己写封信给他，啊，我那时候还写了一篇文章，送给他看，是他约我见面，啊，见面时候就问我的学历，啊，我很老实的告诉他，我说我初中毕业。高中一年级念了半年，啊，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失学了，啊，交不起学费，没有办法再继续念书了，
啊，到台湾来了，啊，必须自己要找工作，照顾自己生活，啊，工作很辛苦，啊，待遇非常微薄，仅仅可以供给自己生活而已，没有多余。啊，那么老师看到我写的信，看到我写的文章，他说你说的话是真的，我说真的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你写的信跟写的文章，是我们台湾大学学生写不出来。啊，我跟老师说，我说那也许的是，因为我虽然是学多年了，没有离开书本，很喜欢读书。然后他就告诉我，他说现在的学校，60年前呢，啊，现在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要到学校去旁听，你会大失所望。啊，这个老师，你看，直截了当啊，拒绝。当时我听到很难过啊，那老师也看出来了，我们这样沉默了大概5分钟，老师就说了，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啊，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。所以我跟他的学习是在他家的小客厅小圆桌，我们是一对一学习的，1个星期2个钟点课，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啊！老师这么慈悲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啊，只是写一封信的他叫我。啊，我非常的感激，啊，受到他这样好的待遇，10几年之后，我才明白这个事情。他为什么不让我到学校去旁听？到学校旁听，他多省事。啊，那么他知道。我没有听过人家讲过课，也没有看到这些哲学的这些书籍，一张白纸啊，非常单纯呢、啊。啊，它是防止我要到学校去会被污染，肯定认识很多老师，很多同学。啊，你就学乱了，学杂了，这最怕的。啊，所以他一个人教我，要我直接听他一个人，这就是中国所讲的师承呐。啊，他传授你学一家之言，他对你负责任。啊，所以中国的师承呢，我这一生呢遇到了，恐怕我以后啊再就没有了，不可能有这个事情了。啊，为什么老师肯教你呢？印光大师说得好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方老师跟我见面，看到我们什么诚敬呢、啊？
啊，对老师没有怀疑，对老师尊重啊，就尊师重道啊。大概这样的学生他很少见，所以就特别珍惜了，啊，不让到课堂去。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张家大师对我的这个待遇跟方老师一样，一个星期两个小时，啊，星期天。我跟他三年，啊，所以以后看印光大师文钞，他恍然大悟，啊，这个便宜从哪来的？人家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了？恭敬心，啊，如果对老师没有恭敬心，老师怎么样教，你没听进去，这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讲，疑，这个疑什么？对老师怀疑，对经典怀疑，对佛怀疑，这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呀。他没有办法进步啊！啊，所以以后我学了多年之后，我才恍然大悟。才了解为什么老师见面好像对我特别照顾啊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恭敬啊。啊，他教我的东西我真能接受啊。啊，接受表现在呢，表现在依教奉行，我听懂了，境界就变了，心态就不一样了。啊，这样的心态永远保持而不丧失，你才能够深入经藏，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如来所说真实义。在开经记上讲的愿见如来真实义。啊，你有十分的沉静，你就了解十分。你有两分沉静，你就了解两分。啊，你对他一点沉静心都没有，那你什么都没办法，你不能了解。可是善知识还是大慈大悲，给你种善根。阿赖耶里面呢，种一个种子，这个种子这一生当中不会发芽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你有贪嗔痴慢疑。啊，只要你有这个东西啊，你就学不到东西，你所学的皮毛而已啊。啊，对你自己不能帮助啊！对你自己不能帮助，你自己的身心健康，对你这个没帮助。啊，我们不要讲这个信戒行证。头一个，你要是真正得受用的，你身心健康，你本来有病，病可以化解。啊，这个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给你说明了。啊，心态只要一好，所有那些不正常的细胞啊，通通恢复正常，恢复正常就是最健康。啊，这有科学证明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你本来是正常的细胞，为什么变成病态的细胞？是你自己心有病。你有贪嗔痴慢疑，贪嗔痴慢疑把你的正常细胞变成了病态细胞。那你心态一恢复正常呢，那它又调整过来了。啊，大家可以看看彭新大夫，这很年轻的一个大夫，啊，他讲的仁义礼智信。讲得非常好。啊，仁义礼智信，就能把你的病治好。
我听了他这个报告，我把他的话总结了一下。我说贪嗔痴慢，包括怀疑，这个怀疑对圣人的怀疑，对祖宗的怀疑，对老师的怀疑，这是一切病的因。怨恨恼怒烦，凡是烦恼了，这是一切病的源。你看因缘一聚会呀，后面这是彭新大夫讲的了，脏腑失调，这是一切病的果。你看因缘果，你就得病了。病苦短命，这是报，报应，因缘果报。最后说，仁义礼智信是一切病的药。人是什么？爱人呐、啊，仁者爱人呐、啊。义是什么呢？义是思想、言行，或情、或理、或法，这叫义呀、啊。礼，给诸位说，《弟子规》是礼，十善业道是礼，你都能够做到，你的病痛就好了。智是智慧，智慧的对面是愚痴啊，信是诚信。人如果说是不仁、不义、无礼、无智、无信，他的五脏六腑肯定有毛病，严重就没法子治疗了。所以这五个字是病的药，这五个字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十善业道，十善业道你要能做好啊，你长命百岁呀，你百病不生呢。圣贤教诲，决定不能小看了，那是真理。真理里面的精华了，你真正能把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仁义礼智信都在里头，变成了条目，不能不知道。佛法里面讲，或。迷痴情似同名义是一桩事情，它与浅深不同。我们一念不觉是惑。这个惑要是深了，就变成迷。迷比惑深，惑浅迷深，再深呢，那迷得更深，就痴了，愚痴了。严重的痴啊，就是情，叫情执。你有这个惑迷痴情这四个字，有是凡夫。三恶道的凡夫，痴情重啊。人天迷惑中，如果到四圣法界，它只有一个字，惑，迷痴情都没有，或者说它很浅，它不深，那个惑也破了的时候，
恭喜他了。啊，后一波的时候，他就脱离十法界了，他就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他就成佛了。所以，无就是圣人，放下七情五欲，身心健康，智慧现前呐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断见思烦恼，成正觉。你就是阿罗汉了，断尘沙就成正等正觉，你就是菩萨了。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祸没有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你就成无上正等正觉，没说错啊。所以小看了佛菩萨，小看了经教啊，圣人教诲，那你距离灾难就不远了。啊，对你自己身体来讲的是，你距离病苦就近了；对你的环境来讲啊，你居住你的灾难就不远了。啊，所以你要想，身体没有毛病，居住环境呢？能够好啊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那你就不能不去尊重啊这些老人。中国有个谚语说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老人是谁呀？圣贤佛菩萨。你要是不听，那身现在你有病苦啊，环境就是种种自然灾害都出现了，所以佛法没有别的，就是教学。啊，张家大师他老人家那个时候劝我出家，啊，交代我要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所以我一生没到场。啊，这个道场的建立是在最后迫不得已。啊，你们物资辈的同学有20多个人，没有一个安心学道的场所。啊，这因缘具足嘛。啊，我们到图文巴来。啊，承蒙澳洲政府的关怀。照顾，啊，我们买了这个小教堂，啊，大家可以把心定下来，好好的学习，要学释迦牟尼佛了，啊，要给佛教做个好样子，让社会大众看看，哦，这才是真正的佛教。有很多人问我。我也给他做了详细说明，现在的社会有6种不同的佛教，我们要认识。第一种，释迦牟尼佛的佛教是教育，佛陀教育。啊，所以我们这净宗学院是对的，这个名称好啊。这是教学的场所啊。我们自己学好了，感化别人，啊，感化我们周边的邻居，啊，一层一层往外扩大，感化这一个城市，这无量功德。啊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呐。从哪里学习呢？四个根，必修课程。啊，《弟子规》、《感应篇》、《十善业》、《沙弥律仪》，
天天讲啊，天天学，要真干呐！啊，这四门是学德行，入佛教学都把德行摆在第一。这是根本啊，教育从这个地方扎根，没有德行，那是没有根的教育，那将来以后麻烦就大了。这个麻烦就社会动乱，心情不安啊，对自己来讲心浮气躁啊，在这一生当中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苦不堪言呐！啊，那你这一生空过了，啊，也没空过，造业嘛，造业总受报嘛。啊，你善业则有善果，你有恶业的时候，你必定有恶报。啊，这是反复。啊，所以这四个根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有这四个根，然后在经论里学一部专攻。啊，我们净宗学院是开放的。啊，不是学净宗的到这个地方修学都可以。我们会全心全力帮助你。你学法华可以，你学楞严也可以。啊，只要是专攻大乘经论，我们都会全心全力照顾，没有界限。啊，甚至于你到此地来学学四书五经行，我也照顾你。啊，你学老子、学庄子也行。啊，只要是圣贤的东西，好东西，我们都赞叹，我们都欢喜，啊，我们没有门户之见。啊，如果你想学新旧约，你想学古兰经，我们也欢喜。啊，我平常也常常读诵啊，我们心量要拓开呀，世界宗教是一家了。啊，全世界古圣先贤都是一家人。没有矛盾，没有冲突。啊，圣贤的教育是和谐的，是和睦的。啊，人与人之间，人与一切众生之间，和睦相处啊！啊，我们要学到谦，学会谦虚，学会对别人尊敬。啊，我们爱自己，我们也爱别人；我们爱佛教，也爱所有一切宗教；我们爱中国传统文化，我们爱全世界每一个族群的传统。心量要拓开啊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啊，三种周边是我们的理论依据啊，啊，无论是物质或是精神啊，依照报跟正报啊，依报讲一微尘，正报讲一毛端，在含宝一毛端。它的作用，周边法界，畜生无尽啊！这个道理在此地不能多讲，讲要很长时间啊。讲过，在望京华严观讲过啊。幕后一句：含容空有，
你看那个心量多大啊，含是包含啊，包含空，空，虚空啊，啊，容是容量与度量，多大了？万有，你这么大的心量啊，佛家有另外两句话，心包太虚，这是寒空，量周杀戒，这是容有。我们是不是这个心量？要不是这个心量，就不是佛门弟子啊。佛是这个心量，我们跟老师学习，释迦牟尼佛是我老师，我要跟他一样的心量。为什么？本来就是这个嘛。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自私自利，变得这么小心量？心量越小越苦，这痛苦自己招来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啊，现在世界上灾难这么多，啊，我听很多人说过，澳洲灾难比较上少一点，这个有理由。为什么呢？澳洲这个地区历史很短，9年不多年，居住的人很少，换句话说造业轻啊，没那么重啊。啊，这个地方是个福地啊，这个地方安定啊，我们要把佛教兴起来，把佛教做出来，从哪里做起？从我们学院做起，从我们自己做起啊，来到学院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我们都遵守祖宗的教法，遵守佛菩萨的教法，认真努力学习啊，很具体很踏实，把四个根扎下去，然后一门深入啊。那么现在政府批准了我们办学啊，我们自己也买了土地，也有很多同修在这边买了土地啊，我相信我们有足够用的土地面积啊，我们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啊，朝这个方向去走啊，把圣贤的教育，把佛菩萨的教育啊，把宗教教育从我们这里落实啊，求人会失望的啊，求人不如求自己，一定从自己点点滴滴去做啊，做成功了，这是一方之福啊，图文巴人的福报啊啊，是一州之福，昆士兰州啊，一国之福，也是全世界之福啊，完全寄托在我们每一个同修的双肩上啊，大家要肩负起来，众志成城，前途无量的光明啊，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啊，也鼓励大家，我们要造福社会啊，我们确实要用我们的心来转境界啊，境随心转，我们的善心，我们的善愿啊，来转境界啊，一定从自己做起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因为目前灾难多嘛，啊，这几年我们提倡三世心念的修学，啊，在中国开头，我们做了100个起
这在佛教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法会啊，做700天呢，不中断了啊。那么在中国做呢，这个3月下旬就圆满了啊，这个700天法会圆满了啊，悟道法师主持的啊，他会不会回到台湾啊，台湾有灾难了 啊，我请他在北部他自己的道场做700天啊，南部呢这个台南啊，极乐寺啊，悟行法师的道场，我也劝他在那里做700天啊，一南一北啊，澳洲我们现在学院开始啊，也是700天，这对整个澳洲都有好处，功德普遍回向。我也来配合净宗啊，所以我把这个华严经暂停停一年啊，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，我们把无量寿经再细说一遍，跟细念法师密切配合，啊，所以我昨天把这些经本找出来了，啊，我重新再看一遍，收集一点资料，啊，我们在此地细说。这个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解，啊，那我们这里开这个班，我相信啊，其他地区有很多人都愿意来参学，啊，我们要细心照顾他们，帮助他们啊，来求学，来一起来学习的都是善友，都要是以一家人的待遇啊，热烈的欢迎接待啊，一同来进修。如果居住地方不够，赶快规划，我们来盖这个招待所。我跟大家说的话就讲到此地，因为还有几个问题，后面我们还有20分钟啊，这几个问题呢，顺便在此地做个解答。这是哪一位同学没有写名字啊？这请老法师慈悲开示。第一个问题，他说我每天诵无量寿经一遍，然后念佛。这最近呢，道场请了一位法师，每一天早晨带我们呢诵楞严咒的，我们一块修学可以吗？算不算夹杂？算夹杂。古大德了给我们说了一句话，说得好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为什么？佛比咒好念，佛比咒简单，楞严咒那么长，你看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，那如果你再节省一点呢，学莲池大师4个字，就是阿弥陀佛，你容易记，你容易做到。3个条件，第一个不怀疑，第二个不夹杂，第三个不间断啊。那么在最近我看到一个念佛人，真正念佛人，东北啊，中国东北刘素云居士啊，我从光碟上看到的，这个光碟是03年
5月4号拍摄的，距离现在8年了。啊，他是学佛1年，啊，也就是说，看这个样子，他学佛是应该是01年吧，还是02年？01年开始学佛。啊，学佛之后过了1年呢，他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。啊，在中国东北叫红斑狼疮。啊，知道这个病的人呢，都晓得得这个病，大概能活下去的就太少了。啊，比癌症还要严重。啊，那么医生给他治疗没效果。啊，越治越严重。啊，到最后没有法子了，就放弃不治疗了，就回家了。啊，回家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念无量寿经。啊，听我讲无量寿经的光碟，过去我在新加坡讲的，细讲的没讲完，讲了一半，他就听那套光碟。每天他听经8个小时。啊，有的时候听到10个小时。啊，其余的时间全念阿弥陀佛，他病就好了。啊，再去检查的时候，这医生感到奇怪，你是怎么好的？你用什么东西治好的？他说没有，我就是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不过医生也相信，因为他一生不妄语，这一点很难得，一生不妄语，所以他说的话了。大家都相信，他不说假话。啊，那么他把他这个得病怎么好的经过情形呢，做了一个报告，是一个新闻记者采访的。啊，偶然碰到了，不是专门去找他的，到那听到有这么一桩事情，就顺便去采访。啊，所以就有这么一张纪录片。啊，我是在2个月之前才看到的。不晓得这个事情，所以我就想，8年了，啊，因为得这个病，一般人讲的说，存活的时间顶多是半年到1年，啊，能活1年就不错了，所以说8年了还在不在？啊，我就找香港的同学去打听打听，他还在，哎，还把他的电话找到了，给了我。啊，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他，他很惊讶。啊，接到电话了，他很紧张。我告诉他不必紧张，我说你身体怎么样？身体好，1年比1年好。他今年66岁，啊，59岁得病的，啊，这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。净宗念佛人，啊，他说他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这个要懂得了，听经是听经是帮助你断疑生信。啊，经的目的在此地，你对西方极乐世界了解都不清楚，你要学经教，啊，极乐世界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，100%的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啊，你就只用这一句佛的这个名号，啊，到时候佛一定来接引你，你可不要夹杂了。你想学其他的东西，到极乐世界以后再去学习。现在我们首先第一个目标是取极乐世界。啊，我要想学大经大论，要学无量法门，都到极乐世界再学。在此地可不能干，干的时候就把你往生这个目标破坏掉了。你这一生不能往生，肯定继续搞六道轮回。
那就错了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啊，楞严咒不是不好啊。我早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，主攻的就是楞严经。啊，楞严经我记得我讲过七遍，不过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先进的这些科学技术，啊，不但没有录像啊，连录音都没有。啊，这很早的时候。啊，以后就专攻净土了。啊，楞严经就放下了。啊，讲华严经这个因缘，我也告诉过大家。啊，因为华严经是在讲，它是细说无量寿经。啊，它跟无量寿经是同一部经。无量寿经讲的简单，它讲的详细。啊，是这么一个道理，啊，那眼前灾难在现前了，我们还是把无量寿经抓紧，啊，这个华严经呢，暂时过一年，啊，无量寿经讲圆满之后，我们再继续讲华严。那第二，他是在年前看老法师讲法的光碟和企业家的论坛，使我深受教育，深感自己习气太重啊，修得太执着啊，决心从今之后严格要求自己从我做起，尤其是守护口业啊，更是不知不觉就犯了。可是最近有人说我这样做自私啊，不愿意帮助别人，这叫我很疑惑，我该如何处理？中国大陆这些企业家的论坛，他们出了不少的光碟，我都看过，非常好，值得看啊，值得看。说自私自利也行啊，自私自利就是帮助别人啊，自利跟利他是一桩事情，我把我自己修好了，给别人做个好样子，不就是利他吗？啊，你看刘素云，啊，他真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也不做任何事情，天天念佛，把自己病治好了。啊，你看这一个光碟的时候，他影响多少人？啊，让许多人看到他这个光碟的时候，对于念佛法门的信心增长了。啊，现在还传到海外了。你说这功德多大啊，他自己往生绝对没有问题啊，他现在的功夫我们从经中典经典上里面来看呢，至少他得到了功夫成片啊。什么叫功夫成片呢？心起心动念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第二个念头，这他做到了。这样的功夫的时候，随时都能往生啊。啊，他真的得自在了，啊！现在为什么没有走呢？他自己说得很好，大概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使命，就是让他表法，让他这个样子给大家看看，增长信心，坚定愿心。啊，你从他身上看，这叫三转法轮，叫做正转。啊，我们今天做的是示转、劝转。他在给你做证啊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，所以你自己要有智慧，不能随便听别人说话了。第三，在20多年前，我身体及家人都不是很顺啊，就供养了很多佛、天神、太上老君等帝君、土地神啊，有一些感应。现在我发心专修净土，请问法师，这些像如何处理？有两种方法。第一种呢，是把他请回他们的道场，啊，多半是道教的，啊，神道教的。
请回他们的道场供养。第二种呢，你可以继续去供奉，他们通通是你的护法神。啊，你可以告诉他们，给他们做三皈依，啊，一起来修学。这也非常好，啊。说若有先道众生请求供奉牌位，又该如何处理？道场可以做，因为道场阴阳两立，普度众生啊。我们最近这些年来，许多道场啊，这三世系念的佛寺当中啊，这些先道、神道、这个国道的众生都来要求，我们都给他供牌位。啊，这个可以。因为什么？他跟我们修一个法门，啊，而不是要求我们修他的法门，啊，他都来参加信念佛寺，都来参加念佛，都来参加听无量寿经，啊，所以我们以平等心、恭敬心对待他们。第三个，他说：“我的女儿今年30岁，家里面供观音菩萨、五财神，说身体不很好。”算过命，32岁就没命了。有孩子6岁，正在离婚，今年来身体更差，请求老法师指导，是否与我供这些佛神仙有关系？你来问我很好，那我就教你。你在我们的道场，我们道场有这个，这个刘素云的光碟。你把他这个光碟回去多看几遍，你去学他，你们家的运全部就会转过来，啊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他是我们很好的榜样。底下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些同修说，是否在老法师的皈依证上盖过章，以示尊重，极生信心，请问？我们口服刻印不需要，啊，要知道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啊，那个印刻再多也没用处，最重要是心真正回头了，啊，你像这个刘素云居士，那就真正皈依阿弥陀佛了，啊，心里头只有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，他不会起第二个念头。生活非常简单，啊，我看到他里面的报告，他平常吃饭就一个菜，哎，请客呢也是一个菜，啊，请很好的朋友到家来吃饭，你请我吃什么？哎，说是干丝炒什么东西，就一个菜，啊，那朋友说就是啊，就一个菜呀，真的不够我就多炒一点，多炒还是一个菜，是啊，就一个菜呀。他有一句话记住，这他感觉到简单就是清净。我们念佛修什么？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平等觉，就修这个。啊，所以越简单，你的心就越清净。啊，所以你看看他这个碟不长，他就半个小时。啊，要多看几遍。啊，我看了大概超过30遍了。啊，你才会有深刻的印象啊，好样子啊，值得提倡啊。啊，我还希望他能抽出一点时间，到香港来我们的摄影棚里的做一个详细的报告。啊，那这就是利益大众了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住学院附近的一位居士提问，现在有许多孩子患了多动症、自闭症、啊、脑瘫痪等各种病苦，请问师长，让这些小孩参加三世系念是否有帮助？啊，会有帮助。啊，参加三世系念是好。这些呢，希望看看呢，这个也是
企业家论坛里面有一位彭先大夫，他有两次很重要的讲演，啊，一次是在山东，啊，在青岛，第二次是在唐山，啊，这两次的讲演我们都有广电流通，啊，希望大家呢多看看这两篇观点，他有建议这些治病的方法，啊，也很有效果。那么下面还有两个问题，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，啊，这两个问题，啊，是小朋友提的，啊，第一个他说，我今年15岁，长大了想成一名医生，但是现在呢很容易发脾气，常常与父亲或是母亲言语上发生冲突，就是请教师公，我应该如何改起，同时学医有了解剖学，拿小动物的生命做实验，这样是否杀生啊？感谢师公慈悲开示。那你就看彭先大夫这个两篇观点啊，看刘素云居士这个报告啊，我建议你先看30遍啊，像我一样先看30遍啊，然后你就晓得你应该怎样学习啊。那有机会的时候呢，你像你常常发脾气这些事情，你多看看胡晓林的报告啊，胡晓林的毛病非常严重，现在全改过来了，他是用弟子规改过来的啊。啊，第二个他说他常常来学院啊，这个参加学院的弟子规与太上感应篇的学习班，很欢喜在学院，现在在学校里常常由于大欺负小的事情发生，功课又很重，他说我常常不想上学的想法，但是也没有告诉父母。你在学院学习这个课程很好啊，真正学习改变自己的这些毛病，我相信你的父母也会欢喜，你再跟父母商量啊。那我们对于你们同学这些想法的时候呢，我们学院尽量要正式开课啊，来开班来教学啊。现在这个政府已经批准我们可以办学校啊，这个可以提供给常住做个参考。我们学校办好之后啊，都可以到我们学校来上课来学习啊。我们的学校开课的时候，学生不一定要很多啊，3个5个学生都可以开课，政府承认的啊。慢慢的学生多了再扩大啊，再提升啊，这是一个初步的阶段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话了，就说到此，谢谢大家啊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